我哋 Up TV 正式开始招生啦！三月第一击17号，由 Vivian、Kelvin 用图表及技术指标分析同大家拆解股票。24号由 Leo、Ryan 同大家一齐睇 Circus 部署新股策略，优化投资组合。留心啦，时间系夜晚8点到10点，四位股评人会喺 Zoom 度同大家见面。而家我哋会员做紧 Up TV Buddy 价1600蚊，非会员正价2000，名额有限，快啲报名啦！由新手助人协会举办的曲奇义卖运动2021已经正式开始。曲奇采用 Hello 大家好， Hello, 今天好，我和 Alice 在这里看看，大家好，太开心了，又跟你做啊，咁啊，竟然是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你知不知道搞到我很不开心啊？为什么？为什么呢？我是这，我不知道，我前那两天没戴口罩，我都接受不到自己的样子，太惨了，因为我自从知道跟你做节目之后，搞到我是失眠咯。啊，我昨晚你知唔知我係凌晨咧，我九點幾瞓，終於昨晚九點幾瞓著咗啦，跟住我凌晨三點幾醒咗啦，跟住就 YouTube 就睇你昨日講地產嗰條片。係點解會失眠呢？失眠是因為我平時三個女仔同莎莎心妍佢哋夾開嘛，即係都知道莎莎講少於愛顧啊，知道佢哋講咩啊，跟住而家重新要夾你咧，我又要看你那些片，看你平時講什麼。是啊，我沒什麼，我講的那些全部沒有內容，所以是不是搞到我很大壓力咯？原來沒得跟，是不是？是啊，沒得跟啊，就是。是啊，那不要緊，那不要跟我，我跟你了，那看看你的外股先，報回銀紙先。總之28,940點，今天跌到，跌緊466點，差不多 1.6%， 成交呢有907億，那啊，依排嘅市況呢，咁啊都跟住債息啦。恆指先啦，恆指。好啊。而家係開，已經開咗9988出嚟。係啦，咁啊，恆指嘅圖。嗯，同埋今日嗰啲十大活躍股份咧，今日有啲邊啲啊？小米應該都是啦，見佢又全造車嗰啲，假造車啦。咁啊，十大啊都係700啦，110嗰對啦。咁啊，隻隻都跌噶啦。咁啊，除咗只小米，咁啊出咗一個真消息啦。但係就嗰個真消息又冇咩嘢講，都話俾你聽，之前講過，所以唔講。咁啊，又係講造車啦。造車。係啦，咁啊，又係即係揾啲位啦，俾人哋走一走啦。係啦。咁啊，其實你覺得算唔算有良心咧？其實佢咁樣做，佢有冇良心？佢有冇良心嘅意思？你覺得咩係有良心啊？不如咩係有良心啊？係啦，嗱，佢出咗口實啦。其實我覺得如果只股票有得炒，已經叫做有良心噶咯喎，因為你有到股票都冇得炒噶嘛，即係你見到長期股價係唔喐啊，冇成交啊，咁係咯。如果有啲係真係抽新股又唔識得閃的股民咪仲慘，即係有得買冇得沽。即係總之升就有良心啦。佢有得炒，我覺得就有良心。其實睇你識唔識得走位嘅啫。唔係，咁啊，大家要諗啦。大股東永遠唔喺小股東嘅角度去諗嘅。係，都係想揾錢啦。喂，佢托住，可能佢未沽曬啦，所以托住。當然唔知啦。咁啊，但係好似話齋，我 agree 嘅，升嘅股票就係好股票啦。有得炒。跌嘅股票咧？絕對不是好股票啦。compare 喺我哋小投資者嘅角度嚟講，咁啊小米，但我反而我有時，譬如如果我冇貨喺手，反而如果我覺得嗰只係唔係話長期低迷跌嘅，而係只不過佢呢排行咗行個下降軌嘅啫。咁我反而越跌我越開心喎。所以你知唔知其實恆指咧，佢今日跌翻叫做跌翻幾百點啦，400-500點咧，我反而很開心嘅。咁咪好咯。因為我覺得昨天的市場太好了，昨天的市場恆指是29,000中間那些位置，太高了，我覺得，是啊，是啊，因為其實說上年年尾12月中那些位置，其實我覺得好像恆指都是在做26,000左右，那其實說幾個月已經升了幾千點呢，即如果以港股 的能力來說是有點 over 了一點點，是啊，overperform，但是如果說回小米，我們，好啊，說小米，個古仔都知啦，就話唱實自己數100億，咁啊嚟緊24號開始數啦，10號升咗。咁啊MSCI 啊，which is 美國嗰邊又話唔搞去住啦，今日又出一出做車啦。拖住個價嘅感覺味道幾濃下，所以今日見到佢抽一抽之後咧，其實最高都去到27.1嘅，咁啊但係見到一回。另外一 part 大家要睇就係成交其實多咗，有成43億，半週都未到。你覺得係一個
開始消化緊之前嘅蟹貨啊，慢慢行翻上去啊？定係其實落住呢位都都開始要捱一捱啊？我想都是逃生門咯，我想大家都有共識的了，等一等，今次，即上次沒走的人今次應該都今次其實出這個公告其實都挺明顯的，即將之前大家幻想的東西變成一個稍微真實一點的東西，吹一吹，但是第二鑊傳的，是啊，之前就傳了一鑊啦，咁啊佢又否認啦，咁啊，我記得嗰次係彈過上30蚊邊嘅，跟住又抽，係啊，即刻懟咯，係依日啦，跟住第二日已經懟到落去好深啦。呢度你有冇持有過小米啊？小米係我其中一隻好唔中意嘅股票，即係你從來唔持有，從來唔炒嘅。啊，從來唔炒啊，嗯，係啊，由佢8蚊開始講，睇住佢升我都唔買，係啦，唔係唔想，但係。個做法我覺得是不喜歡去哪裡，我就不喜歡雷軍，很開心路的，即你不喜歡莎莎的老公，你不喜歡，不關事，我喜歡莎莎，但不喜歡，我也喜歡他老公Boost，是啊，是啊，但雷軍我覺得已經做法問題，即是公司財技，主要是說他沒有財技可言，不斷地印股票給自己，這些是不是財技，這些算是財技，但問題就是怎麼看都不會舒服，對一個小股東來說，那既然覺得他手法有問題，而他又真的會做得出來，香港不是只有一隻 W 股，是很多隻的了，現在做得最誇張就是他，那你會不會有興趣 去參與他的股票呢？是他未沽完，未托住咯，出下 news 堆上去，可能他的逃生門是他的逃生門，不是你的逃生門，所以我就比較不是那麼看小米的 personal， 是給他自己出貨而不是給那當然了大哥，但你一般如果一般小股東啊、散戶仔，如果真的識得看他的訊號，其實散戶仔都會出貨，即是如果他看今天的牌有沒有不水數，是有沒有問題，就是看看那些牌有沒有不水數，有599絕對有的，5998、5999那些好像都有一些的，叫做有一些啦，有些怎麼都會有的，但又不是說很誇張，我之前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天，是不是說，但不如看看多不多筆水沽了好了，有沒有筆水很多的，很多啊，沽的多過買的，即好像你說其實大家都覺得大家都不是太好了，因為連大媽都不買了，是啊，那有貨小心啦，都是那句啦，W 股可以做什麼個個都知道，但是真的做出來的得雷軍是這樣做的，咁你自己諗啊，係啦，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小米其實同恆指有關股，我都本身冇興趣嘅。不過因為我知好多觀眾都中意持有呢啲股份咧，所以我哋就都要提一提咁啦。咁其實我見到我哋開咗都15分鐘啦，好多觀眾問咗問題，不如我哋直接答下問題先啦。咁我見到咧 ，Kenny 就問6865，佢31蚊有貨，福來特玻璃呢？個板塊其實好像都不是很炒喎，正咗啦，光伏玻璃嘅嘢、你講緊380好啊，或者信義啊、福萊特啊，尤其是信義同埋福萊特都正咗落嚟啦 ，turnover 少咗好多啊，尤其6865咧，好似點咗月咁啊，如果唔講真係以為。即係可能停位咗喺度，停咗。係啊，你見到個 turnover 同埋啲盤真係縮喎，開始成交係少咗好多，而家得。不過賣盤其實又都唔係話好多，反而好似見買嘅係咪多啲？買差唔多啦，我自己就咁睇喎，覺得都差唔多，即係唔會係好似之前好活躍咁啦。係啊，因為睇個圖都睇個圖都冇咩胃口啊。係啊，咁啊佢。31蚊有貨，應該點樣處理？咁啊，肯定唔係今日處理啦。係啊，咁你等佢下個星期先啦。都係短期嘅債息啊，會令之前熱炒嘅股份有比較大嘅回吐啊。咁其實我啲板，其實我都係啲行業輪流炒啊。係係係，呢個其實未即係光伏
光伏呢排我都好似唔興，跟住有啲人就而家傳緊啲環保類嘅股，我聽到坊間有啲，但係嗰啲我就唔係太熟悉，所以今日唔講住咁樣咯。Profit margin 你自己諗會唔會係高到有一個好大嘅幻想空間，同埋炒得起先，因為炒股其實都要睇板塊嘅，有啲板塊根本其實唔使考慮啦，唔使考慮嘅，咁就唔好諗住啦。咁啊，另外科羅達去到佢31蚊，但係佢哋而家都真係有啲距離喎，20%嘅咯，但係都係嗰句啦。如果你諗住要止蝕都唔使要去做嘅，咁啊等個債息跌定啲先啦，咁。如果依啲位 cut 嘅話，你又衰多一蚊兩蚊咁啊，好即等埋四月咯。我諗咁四月個市其實應該會慢慢係冇錯，慢慢好翻嘅。因為其實都係啦，和過咗年之後，第一個月都十年有七年都唔係好啦。何況今年咁啊，擺咗明非常大嘅調整啦。咁其實都唔係好大調整啫喎，講真。講緊30%，因為我唔知道我個 feel 係，即係因為我可能我其實好中意，我會不停揾啲股炒，對我嚟講冇乜影響。我中意炒世界股，咁同埋講真，上年同年今日恆指係22,000嘅啫嘛，我記得好似22,000到啦，我記得。咁而家講真的真係好差咩？唔係，你自己倉冇調整啫，但係因為你會轉你個倉會轉啊。咁但係有啲人係30多蚊，你同佢講話其實唔係好大調整，你。因為啲人係中意揸股票啊嘛，好多人。所以而家講緊就係30蚊跌到落嚟，佢個倉有冇調整啊？你覺得？佢個倉有冇跌咧？我明白你個倉冇跌，但係佢個倉會跌啊嘛。係啊，所以唔係我通常如果因為我中意短炒咧，通常我跌咧我都照斬，我會斬咗先嘅。我唔中意牛喺度。你知道有其他機會揾得翻嘛？但係好多好多人就未必知啦。觀眾未必會咁做嘅。咁所以就要上堂啦。上堂是不是都會教呢？即我覺得那次跟你夾呢，你都會教怎樣去找一些有潛力可以炒一下的股呢，那就變成可能即如果再有機會的事再調整轉轉都可以不用說在那裡坐啦。其實最重要的都是學會跌走走其實你懂買都不難啊，止蝕那部分其實才是精髓。我就覺得喂，你懂得止蝕的話你真係執翻好多次命㗎！當然有啲咩可以止，有啲咩唔可以止咧？依、這個就講到基本面啦。有啲基本面係完全冇問題嘅，業績又 OK， 所有嘢其實都非常 OK 嘅。只不過短期波動，咁你唔通斬咩？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喂，我孖剪曬啊，跟住借咗幾千萬嚟炒依只嘢，跌10%，我又破產㗎啦。咁你依啲就要睇翻自己可以承受風險先。咁如果你有依啲咁咁大借貸去做一啲股票上面嘅操作，本身股票就係一個高風險嘅投資產品嚟嘅。咁你風險承受會相對較大咯。係啊，咁你就大鑊啦。咁大家睇一睇，即係真係要衡量自己風險先咯。係。好，咁講翻科羅達啦。咁如果你講31蚊左右咧，就算你話喂真係要高啲沽咗買其他嘢，都唔需要喺而家依個位去做嘅。等埋四月先啦，都唔爭在。等多少少時間啦。好。因為見到佢短期佢都喺20蚊邊有啲支持嘅，咁佢都雖然話今日係爭少少，但係都未見到係會達到落去咁樣。好，咁我哋下一段。係啊，好多問題啊。之後係睇唔曬。佢6865之後係咩啊？我驚我 skip 咗。6865之後6668啊。6668。好啊，星城商業咁啊，睇翻價先，3.67啊。咩嚟嘅咧？呢只？都係嗰啲商業物管啊，嗰啲咁嘅嘢嚟，係啊，37億嘅市值，佢問點睇？呢啲其實要留意開佢入邊啲基本面先達到喎，如果你話物管，但我自己覺得咧，物管呢個板塊咧，好似通常係年頭係旺季咯，上年都係，其實上年係幾熱炒啲物管股嘅年頭嗰陣時，咁但係其實因為上年年尾啦，咁大陸都出咗啲三條紅線啦政策，其實好似內地啲房地產啲行業都唔係好掂咧，變咗物管即係都係相關嘅，雖然其實物管就好啲，因為輕資產啦，但係我覺得好似已經係。
內房相關的東西好像已經不是說最 hit 的了現在、其實最近期其實相對好一點就是恒大物業，因為許先生的關係是、exactly 啦，現在講緊內房 hit 到內房的都死了，內房第一個死了、因為、限制了 profit， 限制了、他的借貸，咁啊冇水冇錢冇得 leverage riches， 咁啊你嘅 profit margin 一定低嘅啦、所以內房其實唔係咁睇好，最主要就係、借貸比率會低咗好多，佢、做唔到 leverage 個 profit 升唔到上去，咁佢嘅營收就會相對減少啦，唔、可以坐咁多地，咁啊 riches 就撳住你唔俾你炒，內房啦，咁啊另外一 part 就係講緊啊物管嘅話，其實最主要係咩咧？既然我唔炒得房地產、我唯有炒股票，炒股票呢最好就計數是什麼呢，就好像六六六跌出來我稱到那麼重、加我 cash flow、有、足夠的營收、那就有一條數可以問銀行借錢了、內房做不到重借貸而已，但是、物管就可以了、拆了出來就拿來借錢再買不同的物管公司、或者業務放進去、繼續租大條數去、這個就是他們的模式、當然好像剛剛所說，喂上年其實都不是上年頭，上年頭上兩年其實炒物管炒得很厲害、最主要就是好像剛剛所說、因為幻想空間就是可以中間那麼大、那麼多棟物業要管理、有即是固定的營收，營收看 cash flow、跟着、簡單的業務容易計到條數、買生意回來呢放進去呢、就很容易繼續計到個估值了、所以就可以用錢去買、業務回來推高個、股價，這樣去炒、當然啦、如果你講到668呢、個 size 30幾億呢相對來說又不是說、超級多錢、cash flow正數勁多勁多 cash 買嘢嘅，嗱佢擺喺度真係可能牛嘅啫。依、個就未必會有一個好大嘅幻想空間、或者增長空間啦。啱啱我望一望 Cicas 咧，我 search 出個 number， 我見佢好似都算幾剛新喎。係啊，剛新，因為點解咧？佢就咁望都應該八成幾剛，但係呢個板塊同埋呢一隻股咧，就好似冇乜人圍意佢喎。咪一樣嘅，佢上市嗰陣時冇咩人，冇咩人抽。是我都冇聽過添嘅、所以啊，乾身係因為冇人要啫，係、唔係佢想嘅，佢都想我完全唔乾身，你哋攞曬佢。但係啊，當然乾身有乾身嘅好處啦、越乾身嘅股票其實我又越中意嘅。諗下睇下，如果你博嘅話，其實都係啊博佢嚟緊會啊吸曬啲飛炒嘅啫。咁、但我覺得係咪未必揀呢個板塊咧？如果就算齊飛。齊飛啊，乜板塊都得噶啦，乜板塊都得。你 100% 齊曬嘅話，你做有冇最衰嘅行業咧？你做掃街啊，或者你間上市公司啊，黑衣嘅1000個黑衣一齊去黑飯食，都照炒嘅，因為齊飛、供求問題。咁、如果唔齊嘅話，講真700啊，散都唔散啊，都冇得做啦。係啊。係700講起700咧，我琴日即係我即係有客啦，即係新嘅客嚟嘅。咁、我同佢講有冇買股票咁，佢就話都有嘅。咁佢就話咁買咩啊？佢話700咯咁樣。跟住話700呢跑似爭啲喎。跟住佢就話佢大學嗰陣時買，佢話9嘅時候買咯。咁你9揸到而家喎。哇！好唔開心啊！聽到呢啲新聞。呢啲消息。according to 呢啲股仔9揸騰訊。跌梗係開心啦！如果只嘢升咗，最佢升咗咁多，你聽到應該唔開心喎。係啊，9揸騰訊係一個咩概念啊？係啊，幾十倍。即係如果今年騰訊有機會個市好翻，去到900咁咪升100倍。佢要拆埋股啊嘛。9即係佢上完市之後，2013-2014左右開始買。係啊。咁我諗佢大學生唔係多錢啦，我當10000咁。哇！你睇佢咩人先？鍾培生讀緊大學嘅時候，你覺得佢有冇錢啊？佢普通嘅啫。係啊，十雞都誇張啦，而家係咪啊？所以。不用說了，買一手啊，都發達了，都已經發達了，700，恭喜他咯。好啊，咁跟住我哋答一下啲問題先，因為真係好多觀眾問題。睇下先，呢度你揀啲問題，係你揀啲嚟答。其實我見到有觀眾咧講就係1250咧，都係頭先我講話嗰啲咩清潔
能源那類東西、嗯、北控清潔能源都是那些類似環保、啊、一些 high 邊碳中和那些概念咯，好像最近我看到、市場上有些好像股評人都會講下類似這些樣，還有這隻東西近期都有得炒一下的、啊、到一、Market Cap、一毫子左右、嗯、其實這隻呢、早三四個月、嗯、其實已經全炒了，我聽翻嚟嗰陣時都大約係五仙左右啦。咁、嗯、啊，北控輪流都炒得勁嘅。咁啊，但係今次算唔算勁咧？升咗倍零啦，升咗幾倍啦。係兩仙五升上嚟。佢係三四仙左右，當係四仙左右咧、嗯、上依陣咧，兩三倍。見到cover 都唔大，即係參與嘅人，我覺得唔係太多。咁、嗯、係去到依啲位，咁啊浪住慢慢逐浸逐浸沽，再升唔升？但近期又好似開始有啲炒作，因為近期我都有望下呢一隻咁樣。可以咁講啦，再升唔升啊？真係唔知道、嗯。但係咧，我就係知道佢不斷浪緊啫。我就覺得呢只好似浪得好緊要嗰陣睇圖。沽貨先要浪嘛。嗯。係啊，所以你話喂，突然間爆幾棍上嚟，跟住會唔會插穿之前嘅高位咯？咁、嗯、如果你話喂，第一陣都要睇翻毫二指，咁、嗯、如果上到毫二指嘅話，下一陣就望、嗯、毫四左右。咁、嗯、啊，毫三六有貨，有冇機會望翻家鄉啊？我覺得好似啱啱所講啦，睇咗都好高喎、啊，一二先啦，其實係頂位嚟嘅，係啊，差唔多頂位㗎，差唔多頂位㗎啦。純睇圖咁嘅，咁啊，但係如果你講緊我諗佢要，我諗佢有機會要做多幾個浪先有機會翻到去啊，就算係都。哦，依個好難講啊，即係如果純粹講機會、嗯、都唔使㗎，有錢咧十億一夜嘔上去咧，去到一蚊都得。嗯。咁依個就係、是。資金投入了，如果你說喂很多錢進去買，那升到爆了啦已經、嗯、那所以呢有這個浪，但是要這個浪要看什麼呢、嗯、看 turnover 了真的、嗯我現在在掃 turnover， 我費事讀出來的，那大家自己看看這幾天呢，昨天那些成交金額4000萬左右的turnover 是的，那今日而家都唔差，都有成千九萬喎。係啊，二千左右 turnover，、嗯、其實唔係太差嘅。咁、嗯、啊，當然跌緊7%。嗯。我覺得可以觀望下啦，又唔至於咁絕望嘅。其實係見到真係買上嚟。但係其實如果觀眾買呢只咧，其買呢啲股，其實佢要知道佢買緊咩嘅，即係佢買緊啲炒股啊，即係唔係買啲基本面好嘅股，而係真係一啲炒嘅嘢啊！炒嘅嘢就係唔對路，要甩身嘅自己。鬥快啊！係鬥快走。嗯。好，下一條問題啦。係。因為好。有冇啲會員嗰啲問題咧？我哋講咗會員嗰啲先。我近啱啱講緊。不過好似唔見會員係應該綠色噶嘛，但我見到好似冇綠色。二六二三啊。嗯。二六二三。哇！佢係有貨嘅，咁而家咧個價就愛德新能源毫一七六億market cap。我記得好似唔係出咗盈起啊，最近。我見到佢咧，其實15號啊出個盈起，咁、嗯、就話佢上年成個年度咧，佢嘅日利咧就有6200萬人民幣嘅，咁然後咧上年咧就係、是、虧損咗7100萬嘅，咁、嗯、即係變咗佢個盈利增長都大幅增加。嗯，但係更加要睇就係依啲就係你啱啱所講嘅股票啦，喂，純炒，純炒啊，嗯、或者純夾上去嘅，咁、嗯、啊。思其就唔使睇住啦，我哋唔花太多時間去 check 啦。咁、嗯、啊，有興趣自己睇睇先，個思其係咪齊貨？咁、嗯、啊，之前都教過幾次啦。如果唔識嘅唔緊要，我哋可以報班啊。係幾時上堂啊？下個星期三啊。下個禮拜三就上堂啦、啊，所以就。觀眾朋友記住報名啦。咁、啊、譬如如果咁樣啦，如果有啲觀眾朋友佢、又想上呢度個堂喎，但係佢又 miss 咗上個禮拜喎，咁點算好咧？可以揾阿心妍 B B 咁啊。你哋會唔會之後有得俾佢哋追翻？係啊，會俾佢追翻啲相關資訊嘅，因為嗰個都係一個、你投票啊，簡單基本分析啊，其實好緊要嘅、尤其是你買啲大嘢嘅時候咧、其實越大或者越多公眾持股。成交暢旺的股票咧、
基本分析咧，就會非常幫到忙嘅。係啦，咁啊，你另外嘅一堂我同班人講咧，就係、是、一啲比較唔係咁價值投資啊，基本分析咁樣。係啊，另外一種嘢啦，係啦，咁啊比較似啲啊財技股啊依啲咁嘅。入門少少嘅 knowledge 會 share 俾大家，所以有興趣知咧兩種唔同嘅炒法嘅基本 skill。睇完學完之後咧，我哋嚟緊就有啲中階少少嘅課程切開俾大家，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咁講翻呢只咧，二六二三，咁仲係幾錢有貨？佢話一毫三啊，佢話頭先講係咪？唔係啊，佢問下可唔可以繼續持有？咁啊。如果純粹依只啦，我唔知道你幾錢買啦，但係我可以我自己覺得咧，可以繼續 hold 住，因為見到其實都係 keep住買上去嘅。咁啊，同埋另外一 part 就係、是成交係唔係叫大嘅，咁啊，只不過係慢慢買，即係有系統地去今日就大概40万成交金額，係有系統地收緊條街啲貨啦，即係去到某個位啦。喂，我咪買50咯，跟住嗰幾日又 mark 多幾個 percent 上嚟咯，慢慢收緊，越收越乾，咁啊供求問題，自然個股價越嚟越高啦，係啦，咁睇一睇啦。不過細只其實都有細只嘅風險喺度嘅，即係佢咁樣嘅話，佢一懟都可以懟落去嘅，即係佢容易懟上去都可以容易懟落去。係啊，所以細股又好，其實大股都係嘅，其實炒法某程度都好相似，睇 turnover 係啦。如果你即係老實講，睇下先一個 example 啦。如果你突然間估量球講緊都係20万錢啫嘛，但係下邊冇盤嘅話，一 mark 到去六四円都冇嘅，成日跌咗50%，成咗30万錢，咁你覺唔覺得有人走到？即係嗰樣嘢係唔係relevance 冇咩，即係冇咩指標性作用嘅。咁依樣嘢會喺啲堂裏邊都會講下嘅。咁另外四一九咁都係。咦？你有提翻佢？我以為你唔提佢添，華仔。冇啊，其實都係一樣嘢嚟啫嘛。好簡單。我第一次做呢個節目咧，我見好多問題，我有啲嘅，我唔記得攞紙入嚟，其實我應該係抄低啲問題。唔緊要，其實喺度啊，你 keep 住掃落去啦，我哋就會答曬所有問題嘅，係啊。咁好，四一九啦，其實都係一樣啦。62亿 market cap 嘅嘢，今日跌咗3%，今日跌就大家都估到㗎啦，大家預咗啦。咁成交係4000万左右，我都冇乜嘢喎，即係如果要講嘅話，其實都係嗰句啦。又唔係大 turn， 又唔係懟，又唔係大 turn 加唔係懟得好深。純粹係啲散户自己走嚟走去。揸唔實啦。係啊，揸唔實啦。咁揸唔實啦。再咁嘅情況啦。咁睇下今日會唔會收翻高少少啦？咁下個星期四就係股東會啦。咁睇下業績或者其他有冇其他資訊可以 update 啦，咁自己留意翻啦。跟住1975，好新興八毫之有貨，而家使唔使止蝕？哇，冇乜人買嘅喎，呢只都啲盤路疏落。其實呢只都係嗰句啦，好似啱啱所講，你八毫子係依個位左右啦。係。但都有炒過一陣，其實冇咩 turnover 一樣，咁你使唔使止蝕？你可以止蝕嘅，但係基本面係從來冇變過。咁就算你講個學價，佢而家都蝕咗20%到，八毫子，但係冇 turn 咁唔知佢有幾多貨添啊？仲要係咯，你講緊而家隻嘢 market cap 係講緊係3亿，學價3.5亿左右，咁使唔使沽咧？我覺得我係你嘅話，我其實會 hold 住。當然啦，如果你有另外一隻嘢，你見到嘅，如果係我嘅話，如果係我一定會沽咯。係啊，賴咗嘢啊嘛。唔係，
你咪買另外一隻咯，瀨曬嘢啦。我見到咁樣，我覺得瀨曬嘢啦，唔好成交。咁你咪沽咗佢，跟住買另外一隻升得翻嘢咯。係啊，係啊，咁啊。我見到其實有觀眾咧，好似好絕望，我哋試下幫下佢先。咁佢話問1313點算啊？9.45，因為話次次佢問問題都冇人應佢喎。水泥股喎，華潤水泥，其實呢個板塊唔係最近都有有得炒下咩？1313，9.45有貨。今日係出派息嘅。咁啊，而家漲8.7啦，咁啊。但係呢只我又唔係好擔心喎，睇個圖。佢好似想做緊個雙底出嚟喎。1313。唔係，咁你睇個圖點樣去演繹啦？如果你話喂月線圖嘅話，都係走勢都係 OK 嘅，都係行緊上升軌嘅，睇月線圖。係啊，你長期持有係 OK 啦。純粹看圖的話，你看回日線，如果你是 looking for 短炒，我想之前上去的時候回下來，它有點像其實之前，因為今天中國飛鶴都出業績了，其實之前飛鶴都是我曾經三個女生講過一隻我真的很喜歡的股，因為我講的時候是17.幾，沒有人提它，沒有人看好它，然後之後是看著它飛天，即我沒有持有，但我也很開心，看中了，看中了，即我覺得它有點像之前飛鶴那樣，又是做一個小小雙底那樣，即不知道它 會再即它好像在行緊個行緊個 range 上回去，係啦，上回可能我見到它這樣，如果它企得穩的話，不要再沉下去。上一次的跌這個都算跌浪啦，跌浪的低位扯下來，其實8.4它要回來多少，9.45，其實不是說一個太絕望的情況的，你對回這些位置左右而已，1.5這裡它差很少，其實我覺得都是基本面沒有任何改變的話，千萬不要輕易地甩了貨，只是尤其是so-called這些這個板塊都是有得炒的嘛，是啊，接下來就是復甦和政府基建嘛，那你怎會不等一等呢？還有這隻股，我看它的成交金額 都真的不弱，它每天都起碼過億的，起碼過億就起碼不怕有得買沒得沽，最慘就是有得入，就是因為大turn了，去到某個位置你覺得要止蝕，深刻不知道怎麼 set 深刻就拍了出界，有些人是咁有啲係可以止蝕，有啲係要止蝕嘅。但係真係唔好亂咁止蝕。基本面冇改變嘅話，其實第一其實第一要諗就係點解你買先？我諗都係炒水泥板塊咯，冇乜特別。即係如果冇嘅話，你咪炒個板塊。你咪唔知邊個股評人同你講談我話，同你講話喂買，你買咗啦，個結果係咩咧？跌，咁關邊個事？即某程度買一樣嘢，你講真，你可能買自己要了解一下。你買 Samsung 定係 iPhone， 你都會諗自己需求噶嘛。係啊，即係知道自己係買緊啲咩。Exactly， 知道自己做咩先。知個 story 係咩啊？如果你買1313，你肯定就係嚟緊嘅復甦基建。係。開始未？其實應該3-4月係嗰啲鋼材啊、春季之後開始旺季啊嘛。過咗冬季之後咧，就好多基建開波做翻㗎，尤其是中國。咁。你都未去到嗰度，咁Hello Kitty， 因為個觀眾 Hello Kitty， 佢話等爆啊！其實我見佢好似行緊個 range 都唔使話真係好，唔係因為而家低位嘛，係啊，其實呢啲位買都得添啊，直情。唔係，所以啱啱其實啱啱講嗰只同依只咧，你就算要做任何嘢，都唔會係今日做嘅，因為咁樣跌500幾600點落嚟，你睇到係應該今日啊，或者。依排嘅比較低一個位嘅話，你會唔會今日去止蝕？唔會今日沽貨啦。係啊，佢又唔係即係浪得好緊要，見佢今日啲行法。所以唔好咁再咁樣會嘥咗咯，輸多咗咯，蝕咗俾佢。係啦係啦，唔需要咁蝕。好咁啊，哇！因為今日都唔知點解咁多問題，我哋盡量答下，因為我抄亂咗啲問題 ，sorry。好，問咗700先。700 call 係咪啊？佢問。定係問幾時？有兩個問題，我見一個係問700，700冇貨；一個又問買唔買得過。但係佢冇錢買貨。好，700得唔得？
700都是一些可以長期持有的股票啦。但今天的表現就弱雞了一點。這樣說好像很什麼好像很廢好像很廢不是都不是很廢、啊、昨天因為昨天700呢出了一個消息說跟淘寶合作呢、嗯、搞個支付我昨天三個女仔的時候我都有說其實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完全是真的利好呢、嗯、因為其實昨天同時間咧，有兩個消息嘅，就話其實騰訊都被即係政府即係有啲嘢約談啦，係有關一啲類似軟件安全問題嘅嘢，社交軟件、社交媒體一啲軟件嘅安全問題咯。所以變咗其實我覺得琴日700做得好多係因為嗰個債息即係佢話唔加息嘛，琴日聯儲局咁，所以就係大市氣氛帶動，而唔關即係你講公司本身佢基本面嘅嘢好唔好啊，或者佢。近期的動作好不好的東西咯、嗯、所以其實我覺得你說個市其實現在我覺得還未完全調整完咯所以就、嗯自己看定一點咯700如果你要買呢、嗯、其實都是那句不是買它、嗯不只買 gaming 你是什麼都有裡面它自己的分、嗯、投資了不知多少百間的、內地很有潛質的 IT 公司啦、嗯快手有關的事啦，拼多多有關的事啦、嗯、基本上隻隻都 high 啲嘅。拼多多淨係講緊而家13,000億 market cap、嗯。快手唔知幾多億，佢 exactly 就係一個控股公司，下面成堆依啲咁嘅數據高增長嘅新股咧，嚟緊逐隻逐隻上啦。佢、嗯、公平值會扯翻高，咁啊，而家佢估值當然啦，稍微比9988貴咗啲啦。嗯如果純粹講股市的話，但係佢面對緊啊，或者佢擁有嘅啊多方面嘅發展咧、嗯，其實係一個好正嘅賣點嚟嘅，我自己覺得。我記得之前你有講過咧，你話佢係基本上帶動成個中國嘅科技發展行業。絕對係啦！你覺唔覺？喂，有邊只唔關事？啊、除咗只阿里巴巴唔關佢事。但係佢真係even 佢阿里巴巴而家都同佢合作都關佢事。佢會啊，咁啊，其實兩個馬山都有好多一齊合作嘅項目嘅，其實。嗯。但係純粹公司，嗯、我唔覺得佢哋會有一個對立面。嗯。但係咧，喺內地嚟講咧，700點都係跑贏9988啦。依、這個係而9988未喺香港上市嘅時候，even 個股值係比700高的時候、嗯、我都說700是長期一定跑贏、全宇宙、嗯、所有的 IT 公司、嗯、因為它實在捏得太深了它的根、嗯這件事是最主要我覺得買700要看的東西、嗯、所以變成現在它今天呢又攞回落去呢、就是、近期一些低位位置其實可唔可以而家鬧咧？如果買正股，或者應唔應該買 call 咧？即係趁佢而家嗱又再一個低位。買 call 兩回事啦。嗯、我哋講翻話買正股先。咁啊，正股啱啱講就非常睇好啊。嗯。但係當然啦，越平就越好啦，係咪？嗯。成本問題。咁如果你覺得話依啲現價位可以接受嘅，都考低依啲先買，因為嚟緊而家債息升到1.7% 啦，但係大家預期係去到2% 嘅，所以 which is 而家依啲咁嘅市況咧，仲有可能動盪多一段時間，嗯、但係依個升幅嚟講咧，700個對大市嘅敏感度都好高。係啊係啊、嗯，所以佢一定冧嘅，放心啦。一定冧。個價一定會回嘅。呢個你有持有嘅呢只？我冇啊。冇持有。係啊。咁你所以一定上去冧啦。我唔會啊，我你唔會持有。我冇持有，但係我唔會上去冧啊，因為佢冧咗我都唔會賣。嗯。咁佢冧唔冧關我咩事咧？但係如果佢冧嘅話，個大市氣氛唔好。咁就影響到我啦。咁我會唔會上去諗啊？我梗係唔會上去諗啊！我想去升添。係、嗯、係、所以咧，我係想去升嘅各位。嗯嗯、但係大家要記得就係嚟緊咧債息咧，未來兩三個星期都會影響到大市嘅。咁、嗯、啊，就咁睇加埋個走勢咧、嗯，絕對有機會慢慢向下調。所以現價買唔買？我覺得如果你接受到現價買。更加要等一等，因為再低啲嘅位置可能有機會買到。嗯、而好似啱啱咁講啦，正股講完之後咧，就講輪啦 call 啊，既然啱啱都覺得有一個更加低嘅位啦，你會唔會而家走過去跑只 call 或者跑只牛仔啊？咁唔會咁做，因為應該做可以再低價去吸納。嗯、所以咧，如果你係想再平啲咧。有方法是再做便宜一點的嗯是的
好，哇，答咗呢个问题都喉咙痛啦，即刻。系，辛苦晒，辛苦晒。咁睇先，答啲咩好咧？好。都是四一九問題啦，咁啊，我見到有人其實好似跟咗我前嗰幾日咧，同你做節目嗰只一百五，係啊，一百五，靚啊，一百五。其實我覺得佢咁樣行仲好喎，攬住行仲正喎，覺得而家現價都係跌嗰零點幾個 percent 啫嘛，你三日攬住啊 ，OK 啊。嗰日同你睇完我都覺得呢只係發現新大陸咁滯啊！雖然佢攬住我自己覺得可以將個 RSI 咧調翻低啲啊！即係因為前嗰幾日其實佢爆一兩棍咧 ，RSI 去到八十幾啦已經。呢啲股就唔使睇 RSI 啦，點解咧？RSI 只不過係一個正常 turn 冇咁齊貨嘅即係 which is。大家 so called 所講嘅多人參與，個市場價，市場價格應該好市場，咁唔會因為一兩個人嘅操作而有一個大幅嘅影響，即係唔會因為啲咩所謂微信推手操作有影響。所以咧，你話一百五五睇唔睇 RSI， 睇唔睇嗰啲咩技術指標？依個咧正正就話 apply 唔到啱啱嗰個堂。星期三上個堂所講嘅嘢啦，依個更加似係嚟緊星期三講嘅嗰類股票啦。一啲炒嘅股啊，唔係炒嘅股。大股都可以炒，係依啲可能細股未必咁多人市場人士參與喺裏邊嘅股票。咁所以好似啱啱所講啦，一兩個人嘅市場行為可以影響到佢價格。咁佢呢幾日其實係幾浪，但係浪得嚟又唔係話真係浪得好緊要。仲要再 turnover。我哋首先睇一睇，可以好簡單咁睇睇依只股票啦。第一日就三球啦，十二球，十一球，咁啊係你見到係買上去嘅啦。係啊。簡單嚟講，去到依兩日咧，其實 turnover 加埋都係得個六七球，但係可以食住喺呢個位度。你都見到有買賣，其實係各持一半啦。咁其實好明顯就係開始要試一試盤啦，買上嚟先。看看有沒有人沽回貨給你去到這個位置，一定有啦，他這麼浪這幾天，我都給了 30% 你賺啦，你是不是做不走先？現在 Riches 就是這個情況，你覺得如果更加多其他 example 啦，9911啦，這些倒到上來就派的了，插曬落嚟。不過我見頭先講緊一百五個情況咧，我覺得佢咁樣慢慢行咧，有機會即係慢慢行上去。如果佢幾棟爆上去，就好快就散啦，好快冇啦嘛。咁樣就有機會可能慢慢行，可能1442，好似1442嗰啲。但係簡單地由依日開始，如果要咁啊，第一日懟咗上嚟啦。我做咩要嘥幾個月時間嘔咧？所以係未必會係你依個情況。因為已經 plan 好咗，所以嚟到依位咧，如果有貨咧，不妨小注賭一賭。我揸實嘅，其實唔係爭好遠嘅，幾個價位嘅啫，即係距離我嗰度。係賭都唔確，唔係一個好嘅 terms 啊 ，except 就係揸實。我係揸實咯，我唔理佢浪噶啦，即係除非佢真係即係叫食翻落去啦。突然間大 turn， 係啦，咁樣我就要就即係知道 PK 啦。Turnover 咁你就。鬥快飛啦！係啊，但係佢而家咁樣攞我就唔會。唔使啊，所以 turnover 真係好緊要，尤其是五股。咁大家睇睇啦。好，跟住又係翻返問題度。係。係啦，啱啱講緊四一九三毫三有貨，諗諗走嗱。唔講咁多啦。我覺得我自己如果三毫三咧，我就唔會走啦，就係咁啦。如果你覺得其實都有 profit 啦。咁咪走咯，依個就睇自己想嘅方向或者承受嘅風險啦。咁大家嘅 position 各進不同，咁唔講啦。好，不如答下 Nico 啦，佢都好支持我哋嘅台嘅。係。佢問9688啊。係。1440蚊有一手貨。1100。系啊，1440價位有一手點算？哇！呢只嘢咁搞笑嘅，一千蚊，成一千蚊，跟住每手係50股嘅，有冇睇過只？1440其實都係行緊一個下降軌啊。頂位嗰度買喎，咁
都唔使數 turnover 剩啦。咁啊，擺到喺度嘅話，其實啊，如果有得蛋糕跌跌咧，俾我咧，我會揾其他嘢買啦。即係好似你話齋，啊，唔係太似啦，依只就有啲慘慘住。你要追翻上去，睇落好似呢只好金添喎，佢仲要成50,000一手喎。係啊，而家現價都要50,000一手。係啊，佢咪輸咗雞翼咯。如果一手，如果你咁睇嘅話，其實要上翻去。不是容易的，咁都十幾20%，都20%其實，咁啊自己諗錯唔錯啦，係啦，睇下拉長少少睇啦個圖，真係唔似咯，唔知道。如果你有更加好嘅選擇，我建議你真係。但係 Nicola， 我成日喺三個女仔見到佢嘅揸貨能力好強嘅。咁就唔好估啦。揸橫掂，橫掂都係揸埋先。係啦，但係都係睇下星期啦。今日其實就冇嘢可以做到㗎啦，老實講。係咯，好，下一題啦。下一題，不如答下981啦，981中心。981係咪中心？係啊，中心國際啊。係問題係。佢係26.8有貨，係。跟住佢又問788，佢話788錯定，答咗中心先咯。好。26.8有貨。26.8。今日就跌咗幾多啊？大約1.7% 啦。佢唔係爭好遠咗，而家。唔係爭好遠。可以咁講。但我諗佢問得係可能佢等咗好耐，即係應該佢應該唔係今日買嘅。如果佢26.8咁樣問。應該是牛了他幾個 range 都好像上不到他要那些目標價，所以他就諗緊閃不閃。不知道，我又是一隻即是1810，我自己有 position 啦，即是比較不是，即是他做得再好我都未必會買的。981都是其中一隻，最主要就是之前上市的內地掛牌的時候，香港托了上去，等大陸的股價 A 股的股價可以做好一點。咁啊，托完之後，利用完香港嘅股民之後咧，就懟翻落嚟啊！當然，我哋唔係咁小氣嘅，唔會諗嘅。但係如果以之後嘅走勢嚟講咧，其實隻嘢都冇咩運行。就算而家俾你買翻光刻機啊，都好。同埋佢換咗管理層啊嘛，即係佢因為之前張台積電嗰高層調咗過去，係啊，所以之前嗰個跳船唔玩，係啊，即係唔想對住以前個舊同事咁樣。係啊，點搞啫？係咁走咗，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一個人嚟到成件事會唔會 turn a round 咧？我唔確定，但係我可以確定嘅，佢都係做緊啲低相對嚟講比較工藝低嘅芯片。可以買到的價格當然是沒那麼理想啦，代工生產的盈利都有限的，還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它真的很需要錢去加大個 R&D，這些什麼公司呢，燒 R&D 呢，如果要燒 R&D 的公司呢，就大鑊了，你不知道燒到幾時，因為你現在說燒的錢是希望追回時間，而你有時間追，人家也都有時間拉開這個距離，怎麼追十年的 difference 會不會追到七年，那你七年之後就做一樣的事了，但是你這七年呢你都是要燒，而你做的事情不是那麼 profitable，即是不知道何時可以賺到錢，是的，就是這件事，就是這麼簡單的事，大家想想這東西的接下來的前景啊，即可以賺的錢會不會越來越多了，是的。好，那我們先回答一條問題吧，好不好？剛才那裡我們都未答，他鬆不鬆身好呢？其實差一點點，差一點點，我會鬆身，如果是我一定鬆身，大把東西炒，是的，是的，好，看看先，我們再答多一條我們的members， 因為太多問題，不好意思，我們答我們的members 的問題，咁啊，答埋呢個就完啦。好，啲人又問多次150，我佢話兩個150係一百萬五，係啊150,000，跟住佢就話兩個8.5有貨，要唔要走？梗唔走啦。
呢個位，其實唔係差好遠嘅，就係佢兩個八毫半幾個價位，我諗都冇10%。即係如果有啲人咧炒股話唔識點樣指示，其實你話 set 10% 指示，應該而家都冇10%指示。同埋呢啲咁貨源歸邊嘅股咧，其實唔使指示啦，即係你係跌10%，好似啱啱嗰1975咁，都冇 turnover， 你買個位，只不過依排喂。大市跌，跟住每日有人沽10000+，跟住慢慢對翻個價落嚟。咁同埋呢只我有留意佢啲行法嘅，我見佢開市嘅時候咧，前嗰兩日浪咧，佢專登壓低幾個價位沽嘅，即係呢啲係有啲蠱惑咯。如果你正常人點會專登壓幾個價位沽咧？就係想攞走啲人咯。係啊，即係之前你手貨隊咗出嚟啫嘛。之前又講我哋1940都係咁攞。係啊，唔使理啊。佢係攞住升咯，即係諗住一邊攞走啲。啲新手嘅一邊自己對上去。咁啊，最後一個啦，members 嘅問題咧，788。咁啊，答完呢條問題，我哋就 pass 差唔多啦。好啦，我同你做真係冇冷場。中國鐵塔啊，咁啊，1.17，我唔知道你嘅價係咩價。咁啊，如果可以即刻 send 俾我哋睇，咁我哋純粹係睇一睇就係睇一睇個圖啦。咁啊，500多億。當然啦，肯定是坐艇，我諗都係呢啲咁嘅位啊，大約。要睇嘅，睇翻過三先啦。你穿唔到過三嘅話，其實都喺呢個位個浪，即係有排浪噶啦。老實講，同埋你見到啲so called 指標啊、RSI 啊、MACD 啊，我話10天、20天、50天平均線咧都。卷埋啲住擺咗喺度啊，冇咩動力。咁要上翻去嘅話，其實都係好似之前咁講啦，會唔會突然間炒翻啲5G 啊依啲概念？但係炒咗幾次之後咧，其實 Riches 就係炒完。咁啊，你要上翻去，其實難啦，係啊，過三啦，蛋糕少少走咗去啦，下次揩到過三閃啦。不過有得彈嘅，都唔知揩唔揩到，我覺得好似1.25。半到會易啲嘅，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要做翻嗰啲針上去，依度就係咯，但係近啲咯，你唔好喺度走咯，即係我等你唔抵啊。係啊，試下睇下得唔得啦，上高啲啊，最起碼好似啱啱咁講啦，1.25會係合理估算，應該可以快少少做到嘅價位，但係過3嘅話，過三咧有困難嘅，老實講，咁自己睇啦。係咯，好。真係唔好意思，咁啊，答唔曬咁多問題啊，咁啊太多問題啊，因為有你喺度，係啊，你應該做得。但係有觀眾話，嗰啲觀眾話聽到想瞓覺喎，有個充於，咁佢想聽咩先？你即係其實我哋都好 open 嘛，如果觀眾想聽啲咩唔瞓覺，都係話俾我哋聽。係啦，唔係想聽啲刺激啲嘅，聽啲咩咧？聽到係啊，聽到想瞓覺咁冇計，咁樣係啦，係啊，咁就瞓下啦，因為咁樣對你精神可能好少少。係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報翻恆指先咁啊，最緊28,850點。跌553點啊，個跌幅就擴大咗，擴大咗啦，成交1,121億。咁啊，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啦 ，like 啊 ，share subscribe， 咁啊，最緊要 comment， 咁啊，大家多啲交流。雖然今日答唔到咁多問題，係。另外就係報班啦，咁啊，下星期三咧就有我同 Ryan 嘅班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做可以報嘅，同埋就其實可以報翻堂嘅。如果你話之前 miss 咗，我想上咗 Leo 先，再上翻之前都得嘅，係冇問題。Ida 啦，咁啊，揾阿新棉，咁啊，新棉就幫到你噶。咁啊，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